饺子你来先，对，让生病的饺饺进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SH 光电 Team Match 的王璐，掌声再来看我们公演。耶、那我们来看看，第一个模仿队友宿舍吵架，第三个理想女性类型，第四个常做羞耻的事，第五个给读书队友一句嘱咐。嗯，你们想讲哪个？你们呢？你们，哎，台上的，真的吗？要真的要讲这个吗？第四个呀。好，那我们就第四个，我觉得没什么好讲，因为他天天都很羞耻，每天换衣服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羞耻。对，你们想听第几个呀？好啦。一是什么？我们这么和谐，怎么会吵架呢？我们直接打好不好？对，那我们第四个翻过来看一下吧，是什么？噔噔噔噔。可恶的打底裤，说一件在别人看来经常做的一件事，而自己看来是很羞耻的一件事。好长哦，别人看来经常做，自己看来很羞耻，这不就是说跳公演吧？对，你们有吗？就完全是闷闷，我刚刚还在说呢，一下去他就把那个换衣服的那个地方的窗帘给拉上了，我震惊了，他把我关在窗帘外了，我就很震惊把它打开，我以为他要干啥，想偷看这，这算什么？你要看你有啥看的？你们只是在后台，我跟他在一个房间，他都换个衣服都要，果果你不要看我，他没看头有。可是我现在碰到，就是不小心碰到他啊，他都没什么反应。天哪，回家这一个月经历了什么？把你想得太单纯了，我以为他就是打个招呼嘛，同队友之间，没想到他是另有企图，总有刁门想害我。不好意思，普通话好标准哦，回了趟山东。没有，大家不是想害你，就是好奇而已。好奇害死猫。我不是猫，好奇害死猫。对，你们有吗？就是经别人看来经常做，但自己看来很羞耻。别人经常做，别人看来经常做，哎，经常做，很多吧，我觉得。我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我有一件就是说话，在别人看来很正常，但我觉得很羞耻。比如说，因为我之前是个更不敢说话的人，就是属于我如果去吃面。然后那个老板问我跟我妈一起吃面，然后老板问我说你加不加葱，然后就跟我妈说妈我不加葱，然后我妈就跟老板说不加葱，就这样子，就特别胆小。你这个叫脸皮太薄。对，脸皮太薄。我跟经常出去经常有这种体会，就是别人少找他是20块钱，他都会那种不要，就是太薄了脸皮。太容易。那吴彦文，你出去买的时候会直接跟老板说多加点葱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吃葱。对，我觉得自己的就是正常的权益应该要捍卫。对，所以加葱加醋这种事情应该大胆的说出来。加葱加醋已经升华了那么严肃。对，吃小馄饨的时候，你当然要跟老板大声的讲出来啊。对啊。对。老板生气了，你多加点香菜。老板，你再给我多加20个馄饨，不要钱。对。那你们有没有？有吗？对，经别人看来经常做。没想到。对，你们两个不是在学习吗？你们在上学有没有？在学校有没有什么？上学，其实刚才就看到有第五个问题了，然后就这个问题，我刚才有想到，突然想到机场的时候。就是我们不是经常出通告坐飞机嘛，然后有那个很多饭过来，就是送机接机拍返图的时候，然后最近不是那个电影很火，那个《釜山行》，然后当时你们跑的时候我也跟着跑，然后拍出来返图都是我跟大家是同一个平面的，就是当时觉得就是以后应该要正经一点。还有之前我们安检的时候，就是我有被要求脱鞋。
然后就是被鱼哥拖鞋，就是不是就是当时这个梗已经过很久了，那安检的都然后安检把鞋扣下了，怀疑里面藏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我看你们也经常被扣下，他就是会响嘛，然后身上都脱掉，就是外套都脱掉了，然后那个女的安检就是那个，对，然后他就怀疑鞋里有东西之类的，然后确实有东西，就是有那个鞋上有金属的东西，然后要脱下来，当时我就觉得很羞耻，我还以为他是因为脚太大呢，没有，是因为那个安检那个拖鞋太小了，不是，我是因为他就是他觉得我这个脚跟我的这个人不匹配，是假的是吗？对，所以我塞了点东西。我记得之前叉叉还是谁来着说他安检的时候被怀疑是怀孕被扣上了，叉叉叉叉，我他对对对有讲过这样，好委屈，说我过安检他居然以为我怀孕了。对，我觉得有一件就是有一个队友就是别人会觉得很羞耻，但他会觉得很正常的事情，是吗？就是你们还记得我们那时候一起坐高铁去北京吗？哦，还是哪里？反正不记得。然后我们都在那个车上睡觉，然后怪兽开始敷起了面膜。哦，那是吴彦文常干的事情。啊，吴彦文也有。我这么在乎皮肤的人，对啊，飞机上一定要敷面膜，在高空更适合补水。你不得把旁边的人吓死？你会把空姐吓坏？他也不知道我是谁。那我的话就是，其实我觉得每个职业当久了都会有一种职业的固定习惯，就你偶像当久了，你就是也会有相应的职业病，就说话的腔调会变得很奇怪。之前我跟我朋友出去玩，然后就是他去洗手间嘛，然后我跟他说我在厕所外面等你，本来是应该说我在厕所外面等你，然后我跟他说在厕所里面挺大声的，我在厕所门口等着你哦。然后我是 Luna。充满爱的魔法，我就想说你应该把你的充满洗手间的魔法。哦，天哪，太羞耻了。你朋友有什么反应吗？他突然就不想认识你。我不想看到他的反应。我觉得这是好的，对，这是好。这让我想起我以前在学校也是，我们不是艺术生嘛，舞蹈生就会穿着体操服。或者就是裤袜这样子，就平常只穿一个小一点的裤子，然后去食堂去吃饭了，就是天就不换衣服。肯定很多男生去你们去那个食堂。没有啊，男生也是学跳舞的，男生也穿紧身裤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就是，就你继续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不然呢？然后所以我们平常都是这样子穿着去吃饭之类的。结果呢，等到上了大学以后就有别的系的，就是什么工学院、商学院、什么计算机学院这些其他学院的，我们要是再穿了这个去的话就把人吓死了，就是人家觉得天哪，怎么都可以这样，就觉得舞蹈学院全部都是一帮神经病，就可以这样穿着，不管男生女生这样穿着进去这个食堂，就很吓人。对，这就是我从小不学舞蹈的原因。因为你的嘴巴，你还太恶心了，人家不想看。对，我猜测婉晴肯定小的时候去学那个舞蹈，学了两天之后，哎呀好累呀、啊，然后去，没有，是他那时候我看了看自己，我的妈呀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学了。他们侮辱我。没有没有，是在夸你身材好，你走向我没有侮辱你，我凝模的身材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其实就像我昨天，我觉得我做的最羞耻的一件事就是给阿星拍那一组照片，就是他穿的很少，就说是运动衣，就是比水浊多一条裤子而已，然后他让我给他拍照，说闷闷你看我身材好吗？我当时都想吐了，但是阿星，阿星，你在哪？阿星，那你平常照镜子的时候想不想吐？照镜子只照脸，不是照全身的时候。我照全身的时候很少。我们房间全身镜都被砸碎了，我们镜子都只到脖子以上。对。就是我们的镜子只有脖子以上跟腿以下，是广电来过吗？中间这段是没有的。好恐怖、啊。找到你今天好安静哦，不过找真的生病了。对，因为饺子发了个烧。我没有发了个烧。哦，你发烧了。嗯，对。他今天那个婉晴就很关心饺子嘛，就在车上问饺子：“我听说你快把你的肾都咳出来了。”然后兔子就说：“肾只能什么？肾只能。”不能咳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他说肾只能
不能咳出来，啥？是肺，要把肺咳出来的，没有常识。不知道这些女生太无聊了。你前两天我看到嘟嘟，嘟嘟特别搞笑，就是他穿了一身很不是他风格的睡衣。然后他去我们房间借东西，我看了就觉得很奇怪，他跟我说啊是怪兽送我的，然后就是哎呦你有那种大花的你知道吗，就那个然后很像，就款式就特别新颖，特别，然后他说他下去那个食堂吃饭，那个食堂是电梯的，他进去以后本来以为食堂没人，他就是想说穿这个睡衣就下去就没事，一开门全部都是人，他看了一下自己的睡衣又把那个电梯门给关了上去了，然后他那天都没下午都没吃饭啊，这个睡衣好好，我给你减肥穿，他就来一出门，对，让怪兽给我们来一打吧。白硕你有吗？羞耻的事情。我想过一个，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走进服装店的经历，然后那个服装店的特别敏感，你只要身上有一点金属的东西出去的时候它就会响啊，就感觉自己像偷了衣服一样，店员马上就所有人都追出来，然后就若无其事的走开。哦，我觉得是他们那个设备有问题，真的是太敏感了。对啊，对你们，我前两天刚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模特刚好摆那个金，就是安检，不是安检，就是那个门那里。我过去看的时候，因为身上有试穿的衣服，他就一直在响，然后我就很惊奇，我就一直在那里看他可以响多久。但是你说你对那个东西说，我在这里等着你哦，闪呀！我可是 Oh My Little Luna。对，我真的是，就是有的时候在学校嘛。如果有个人突然追过来给你打招呼，我就会觉得啊，就好像是要问我要签名，就会这种错觉。对，开玩笑。别人只是啊，不好意思，认错了。啊、哎呀，哦，认错了。对。对。那你们有吗？有过生日吗？今天？有的。你先来。我没有人过生日。哦，不好意思。这就尴尬哦。那我来吧。我是送一条两个月之前的生日祝福，祝大兵生日快乐。耶！然后我也有个生日祝福，祝卢公主人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耶！还有吗？记不起来可要扣钱呢。好了，对，那么有请我们后面的小伙伴上场吧。哎，阿信。别叫阿星了，辣眼睛。阿星，刚刚说什么了？等一下，阿星，我们听见了吗？这个、我给你讲一遍吧。唱完这首歌再打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大家欣赏下面这首歌曲《蒲公英的决心》。